10月16日，米兰达可儿发博宣布三胎生子的好消息，内容翻译为 Miles 的到来使我们喜出望外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感谢每个人的真挚祝福，欢迎可爱的儿子加入我们的家庭，我们太兴奋了。粉丝也纷纷送上祝福，终于对外公布了，恭喜女神，太棒了，欢迎新生命的到来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